不妨碍你把肚子搞大了，你要是妨碍我，还不如做大奶奶了啊！头要我直接打死你！哎，等等，你还想去哪儿？ 哎呦，大嫂子，你小心一点。哎，少川，后面两句是什么来着？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。啊，对对对，倒不喜欢这两句，不要了。就要这什么，在天愿作，什么鸟？比翼鸟。比翼鸟，连理枝。少川，我真得感谢你。你看我用了你教我的法子，大爷也回心转意了。这下我可没什么不顺心的了。我知道大嫂子高兴，可你让我陪你来这儿做什么呀？哦。 比翼鸟，连理枝。雨虹，对不起，桃夭还了我的孩子。比翼鸟，连理枝。 老爷，桃夭有身孕了，我没经过老爷的允许，私自把她带回来。
我实在是没法子，他怀了咱哥的孩子，居无定所，大人倒没怎么着，就怕苦了孩子。不管怎么说，他肚子里那孩子是咱们孙家的骨肉，还请老爷定夺。 是孙家的孩子吗？千真万确。哦。既然这样，那你暂且可以留下。待孩子落了地，滴血认亲后，若孩子不是我们孙家的，你就永远不能出现在京城。听清楚了。回大人，我听清楚了。丁管家，老爷，你带着下人将方月楼打扫出来。 待生下了孩子，认得清，再给名分。是。谢大人。朝中事多，剩下的事交给太太处置吧。哎呀，大哥大嫂，给你起来吧。孙金阁，你叫谁呢？大嫂站着呢。看看老爷都忙成什么样了，你们这是做子女的，不说帮着分忧。 还各个添乱。行了，我也乏了，我走了。这就完了？没人替我做主了？我们也管不着，对不对？你说咱哥哥养外室，我又不是我的主。孙师姐。 说好的比翼鸟连理枝，现在三只鸟怎么比翼啊？奶奶，你跟大爷还是比翼鸟连理枝，我就是个外人，你就当我是只猫儿狗啊，不会妨碍你们的。不妨碍？不妨碍？你把肚子搞大了！你要是妨碍我，还不如做大奶奶呢啊！头让我今天打死你！哎，大嫂，大嫂，吴美红，你，我刚刚对你有些好印象，你怎么开始不可理喻了？我不可理喻。 已经收拾好了，咱们可以休息了。好。好哟。大爷，我已经看过了，里里外外已经配置齐备，你早些休息吧。大爷，这里可真美啊，一眼就能望得到湖呢。只是我一个贫贱女子。 也是仗着有了身孕才住在这里，实在叫我臊得慌。你别多心，安心住下就是了。也要不去瞧瞧奶奶吧，别让奶奶伤心。你去安心养胎，不要想那么多，来日方长。嗯，慢一点。我都听爷的。 爷，嗯，你先坐，我给你沏杯茶去。不用了，府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打理，您还先养胎，先走了。姑娘，世界对我和以前不一样了，风眼睛都绿了，您看啊。 大爷给您布置了这么好的屋子，他真是心疼您还来不及呢。气死我了！啊，怎么办？现在怎么办呢？我跟你说，那个女人就是个妖精，明明已经抛弃了爷了，伤透了爷的心，现在回来了，孙师姐还相信他。大嫂子，你少安无躁，我这就打发人去找陈博远，问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咱们再行商议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我这会儿的心都碎了，怎么少安无躁啊？
我去挡他，我让他怕我，我让他跪地求饶，我让他自拔逃走，让他这辈子不敢回来。吴太嫂子，别糊涂了，你若打了他，正中他下怀了，届时他上大哥跟前一哭二闹，你百口莫辩，岂不惹大哥更加讨厌你？那怎么办啊？现在打也打不了，赶也赶不走，你都束手无策了，我总不能让他住在家里吧？爷。 我不便抛头露面，只有托你去找陈伯远，找到他，问清楚这几个月桃夭到底经历了什么。可正如他所说，躲起来养胎了。好，我去办。嗯。妖精，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本想让大哥哥跟大嫂子和好的，没想到这个桃夭又回来了。 娘子啊，谢谢你。怎么突然跟我说谢谢啊？早前你嫁进我们家，我就知道少不了劳心劳力的。这回子看，可不全应了吗？这家里人多事儿多的，你为了我内外平衡，我可都瞧在眼里呢，觉得很对不住你。你说我上辈子做了多少好事，这辈子才让我娶到你啊？ 你这嘴啊，跟抹了蜜似的，只管哄我开心嘛，能不能办点实事啊？好，好，好，我即刻着人去查，让娘子一刻都不得闲。咱们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，好不好？这还差不多，帮我三天去。得嘞。